抽丝剥茧，还原案件真相，探索人性真假善恶，大案纪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鹤峰县，地处湖北省的西南角。2002年1月的一天，恩施中营镇派出所所长郑春街巡逻的时候，感觉到周身肌肉疼痛，四肢麻木。更加可怕的是，一个星期以后，47岁的他一头乌黑的头发也脱落了。莫非我也得了那种怪病？郑所长不敢想，因为在他生病前后，当地中营镇已经有四人先后死于这种可怕的怪病。他想起了其他几个人的惨状，不由得浑身一阵颤抖。他们都死得非常凄惨，受尽了疼痛折磨，医院用尽了种种办法，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怪病。刚开始是掉头发，后来浑身抽搐，整个人被折磨得不成人样。郑春街的发病终于引起了当地卫生部门的注意，他们对过往得过怪病的病人进行了统计分析。据恩施州中心医院病历档案记载，2000年8月至2003年2月，在人口不足20000的中营乡出现了一种怪病，当地先后有四人死亡，四人至今卧床不起。染病者先是身体一部分部位疼痛难忍，全身无力，然后脱发脱皮，出现神志不清、抽搐、休克等症状，久治不愈，有的最终死亡。受害人当中有当地公安派出所的所长和民警，有烟草站站长和烟叶收购员，有信用社主任和会计。即使是幸存者，也是身体疼痛难忍，脱发脱皮，久治不愈，智力减退，生不如死。小小中营镇怪病接二连三，当地政府以及人大政协密切关注，逐级上报到了省政府，请求组织防治。同时染病者由鹤峰县医院转到了恩施州治疗，再转到武汉同济医院。这种罕见的病情引起了同济医院教授们的重视，他们筹集20000元专项资金，对患者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患者身体中都不同寻常的含有一种重金属元素。经过初步分析，可能是重金属矿所造成的地方病。分析报告递交省卫生厅，省卫生厅又报告省政府，引起了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省政府为此专门召开了办公会议，责令省卫生防疫部门迅速派人实地调查，拿出防治措施。此后省卫生防疫部门组织了包括8名博士在内的专家组赶赴了鹤峰县中营镇，对当地的土壤水源进行了化验，却没有发现重金属物质，倾向于认为怪病是人为投毒所致。省政府责令公安机关尽快查明真相，恩施州公安局迅速成立了由副局长武刚任组长的专案组，抽调精兵强将，对中营怪病立案侦查。公安部和湖北省公安厅刑侦专家也来到案发地开棺验尸，从尸骨中提取样品送到了公安部。最后鉴定确认，犯罪分子使用的是有剧毒的重金属化合物，这种怪病此前全国仅发现一例。而这一例案件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朱令案。提到朱令案，很多人禁不住都会长叹一声。朱令于1994年、1995年遭人2次蓄意用致命化学物他下毒，出现全身瘫痪、脑神经受损等症状，并造成了终身伤害。其实近20年来使用他进行投毒的案件远不止朱令案一起，在北京大学、中国矿业大学都出现过使用他实施投毒的案件，只不过由于受害者得到了及时治疗而没有出现严重的后果，所以影响力都很小。朱令案之所以直到现在仍然破不了，
就是因为关键物证丢失。而这是投毒案的最大特点，杀人方法隐秘，在受害人没有毒发时，很少有人会注意到投毒者的行迹。而在投毒过程中，投毒者和受害人不会发生肢体冲突，因而不会留下物证供警方调查之用。而朱令的多数同班同学对此事一直保持着令人难堪和窒息的沉默，让整个案件几乎都没有抓手。当初清华大学对危险化学品管理的松懈，也让警方对嫌疑人的排查变得没有意义。吴刚带领专案组来到中营镇以后，马上展开了调查。很快他们就发现这是一个特别棘手的案件，作案人、作案时间、作案地点、毒物来源、痕迹物证均无从知晓，专案组一时无从入手。但武刚和其他组员经过分析认为，凶手就隐藏在只有数万人的中营镇当中，理由有三个。一，受害者集中，除了中营镇，其他地区并没有发现疑似被害者。如果是无差别投毒，那么八名受害者分属八个家庭，应该家庭成员也会出现中毒现象，但实际情况是受害者家属无一中毒现象。二，中营镇在山中，外来人员数量少，而受害者毒发时间跨度长，外来人员很难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不断投毒作案而不引起本地人的怀疑。三，手段残忍，能够使用如此残忍的方式害人性命，明显不是一般的仇恨，而是长时间的积怨，而这种仇恨多半发生在人与人长时间接触的过程中。同时，专案组认为它是一种重金属，在一个山中小镇上知道这种化学物质的人少之又少，而且这个人还需要具备相关的科学知识，并且能够弄到这种化学品，进而使用它来害人。如此一来，具备作案条件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小镇是谁有这么高明的手段呢？会不会是他干的呢？镇上一名染病的民警在病床上强忍着剧痛，反复回忆自己在发病前后身边人的一些生活细节。很快他想到了中营镇信用社的会计赵庆之。时年47岁的赵庆之虽然只有高中文化，但是他天性聪明，喜爱钻研，曾经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发明，一项是下水道弯道堵塞的疏通装置，另一项是高压线除冰凌装置。在左邻右舍的眼中，赵庆之是一个能人，在当地颇有名气。而赵庆之身上的另一个特点让他更加符合作案人的特征，他为人心胸狭窄，性格偏激，一旦与人产生矛盾就会怀恨在心，总要报复。经过一段艰难的调查分析，专案组果然发现这八名患者都与赵庆之有过这样那样的矛盾。比如派出所长郑春街曾经因为他参与赌博而对他进行过处罚，镇上的老鲁和他合伙做生意亏了，两个人因此闹掰了。烟草站站长和烟叶收购员因为他倒卖劣质烟草而和他起了冲突，信用社主任和会计因为工作原因和他有过利益纠葛。但专案组却知道，仅仅知道赵庆之和八个人或多或少有仇并不能作为证据。而赵庆之年届50，生活经验丰富，并且近些年走南闯北，见过不少的世面，如果贸然以怀疑他投毒为理由拘捕他，很可能打草惊蛇，使得他将手头还保有的他都处理掉，那就死无对证了。武刚等通过外围侦查发现，赵庆之作为信用社会计挪用了信用社资金 25.5 万元。因此在2003年7月底，专案组决定以此为突破口拘传赵庆之，先把他抓起来再寻找对策。但是当民警赶到赵家的时候，却得知
赵已经向单位请了长假，外出卖专利去了。不能再等了，专案组决定发出协查通告。8月8日，赵青之在湖南石门县落网。一个月以后，鹤峰县公安局以涉嫌挪用资金罪将其逮捕。但怀疑只是怀疑，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要嫌疑人赵庆之主动交代惊天大案，恐怕比登天还难。经过审讯，赵庆之承认自己挪用信用社公款，并且表示自己马上会把钱给补上。武刚等专案组成员在详细分析了审讯赵庆之时他的心理状态以后，先将他收监。在拘留所拘押一段时间以后，2003年9月25号的深夜，赵庆之被转至恩施市第一看守所。赵庆之进了牢房，就发现屋里已经没有他自己的铺位了。他就坐在地上发了一会儿呆，决定睡在小便池旁边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兄弟，你来我旁边躺下吧。赵庆之转头一看，发现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将头探了过来，轻声和他说道。赵青之感激地冲他笑了一笑，钻进了眼镜的铺盖里。第二天一大早，牢房里的老大就开始拷问赵青之的来历。赵青之这个人心高气傲，牢头看他不顺眼，就叫其他人打了他一顿。要不是眼镜在旁边说和，赵青之更要吃很多的苦头。在眼镜的帮助下，赵庆之逐渐在牢房里站稳了脚跟，眼镜与赵庆之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成了无话不说无话不谈的知己。赵庆之了解到眼镜是襄樊人，因为在武汉打工时被老乡拖下水，进了抢劫团伙，被判了3年。有一回牢头让赵庆之想点办法，让老婆弄点油水来解解馋，赵青之不肯，牢头抡起拳头就冲了上去。眼镜见状连忙冲上去拉架，结果自己反而被打得鼻青脸肿，连眼镜也被打碎了。如此一来，赵青之对眼镜更加感激不尽。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眼镜接到了家里的来信，看着看着居然哭了起来。赵庆之连忙问他是怎么回事，眼镜边哭边告诉赵庆之，家里的村干部趁着我不在家欺负我老婆，可恨我现在出不去，她一个女人家就只能忍气吞声。赵庆之听了肺都要气炸了，他告诉眼镜自己手头上有一种东西，无色无味，能够杀人于无形，自己叫老婆有点给眼镜老婆，让他下在村干部喝的水里面，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可是眼镜却担心这中间会出什么岔子，两个人一合计，决定让赵庆之的老婆将东西偷偷的送到监狱里面，然后再由眼镜老婆偷偷带出去。2004年的1月，赵庆之给妻子田凤林写了一封信，要他把那个东西藏在豆奶粉里面送一点到看守所，但田凤林接到信以后却迟迟没有动静。原来赵庆之在离开家出去做事的时候，曾经跟妻子田凤林反复交代，家里衣柜的暗格里面藏有非常贵重的东西，任何人来想要那东西你都不可以给，除非是我本人亲自回来你才能拿出来，否则就要人头落地。因此田凤林没有理睬赵庆之的家书。过了一段时间，赵庆之见妻子丝毫没有动静，又先后给妻子写了6封信催促他。他在第6封信中写道，我知道你是怕一旦把东西给拿出来了会害了我，我知道你这么谨慎我非常高兴，但这次情况不同以往，狱中这位兄弟和我是过命的交情，请你无论如何将东西拿出来点，装在豆奶粉里带到监狱里来。2004年的4月8号下午1点30分，赵妻田凤林终于走进看守所，说是给眼镜送来一袋豆奶粉。待其离开以后，民警从豆奶粉中发现了一个烟头大小的药瓶，
小药瓶被火速的送往了省公安厅化验。瓶内粉末果然是剧毒重金属铊的化合物。武刚将小药瓶和检测报告轻轻放在了赵庆之面前。在铁证面前，赵庆之低下了头，一口气供述了投毒杀八个人的事实，还交代了一起隐案。赵庆之与中营镇女个体户谢某曾经因感情问题而发生了矛盾。当时谢某30多岁，是中营镇当地出名的百货西施。赵庆之见他经常在自己店面抛头露面，认为谢西施生性风骚，就起了色心。2000年的一天，赵庆之路过谢西施的店面，见他一个人在里面，就主动上前搭讪。谢西施觉得赵庆之这个年纪比自己要大不少，又是远近闻名的能人，就热情地和他聊了起来。没想到聊着聊着，赵庆之突然凑到了谢西施的身边，抓着他手上的银镯子说道：妹子，你这么漂亮的手哪能戴银镯子呢？等哥去武汉给你打一副金镯子戴上，那才显得贵气。没想到谢西施马上把手给抽了回来，板起脸对赵庆之说：赵大哥，我虽然说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却也知道自重，你兄弟马上就要回来了，你还是快走吧。赵庆之碰了钉子，心里非常愤怒，转身就离开了。2003年赵某在湖南省石门县偶然发现了已经离开中营镇来到石门开店的谢西施。他想起以前的事情，不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趁谢西施不注意，趁机在他的暖水瓶里投毒。不久谢西施毒发，最终不治身亡。赵庆之招供的次日，其妻田凤林也被抓捕归案。专案组在田凤林的娘家搜出了另外3瓶重金属化合物。他的侄子赵家润因为帮助隐瞒罪行，涉嫌包庇罪，于4月13日也被抓获。赵庆之投毒大案之所以能够成功破获，主要使用了预侦手段。说到预侦手段，大家可能就会想起张氏叔侄冤案当中的关键人物袁连芳。没错，袁连芳和本案中的眼镜是同样的角色，他们的身份叫做玉珍耳目。袁连芳在2001年拜黄蝶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成了玉珍耳目。至少在2个看守所里，袁连芳参与了2场冤案的定罪，这险些让3人丧命。2003年春节以后，他被关押到了千里之外的河南省鹤壁市看守所。与当时鹤壁市下辖的浚县发生的一起灭门血案嫌疑人马廷新同监。案马被无罪释放之后的说法是，自己是在不堪折磨以后听从了袁连芳的诱导才同意自首的，那份自首材料也是出自袁连芳的手笔。马廷新自供：我说不是我杀的人，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写，袁连芳他就给我写了。马廷新每次提审回来说过哪句话，这位狱中大哥都是了如指掌的。2004年4月，袁又现身在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与张辉同号。当时张高平、张辉叔侄2个人正是一起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而警方根本就没有掌握任何的物证痕迹。相反，鉴定显示女受害者的指甲中的陌生人 DNA 并不属于这对叔侄。一进监室，袁就多次问张辉有没有做过，张否认以后便遭到了袁连芳的毒打。此案一审有罪判决中的26条罪证几乎都是事发前后的间接旁证，只有袁连芳作证称张辉在看守所里自称曾奸杀过一名女子。万幸的是，张氏叔侄在服刑近10年之后，于2013年的3月26日被浙江省高院宣判无罪。袁连芳则因多次调派外地协助公安机关工作获得减刑，第一次减刑1年半，第二次减刑10个月，
早在2004年9月底就已经出狱。袁连芳的案例可以与上述印证，无论是在鹤壁市第一看守所内与马廷新同监，还是在拱墅区看守所与张辉同监，袁连芳均是大哥号长，并参与促成了嫌疑犯承认罪行。但从效果来看，依靠牢头式的暴力手段逼迫嫌疑人承认自己罪行，非常容易造成冤案。而在赵庆之案件中，对玉珍耳目的使用则恰到好处，否则真难以侦破这一系列投毒案件。由此可以看出，玉珍耳目使用得当确实有非常大的作用，只是需要限制使用范围和方式。2004年6月，省公安厅给提出这条妙计的恩施市第一看守所教导员王志平及个人一等功，同时给玉珍耳目眼镜哥减刑一年半。赵庆之虽然只有高中文化，但是天性聪明，喜爱看书，善于研究问题。在2000年、2002年，也就是在他作案期间，仍然先后有两项使用新型技术获得国家专利。但是他平时为人心胸狭窄，个性偏激，一旦与人产生矛盾，就怀恨在心，总要报复。从1998年开始，赵庆之因为打牌和烟草生意上的原因，先后与中营镇上八名受害人发生隔阂，便产生了报复的念头。素以聪明的赵庆之首先想到了一种重金属物，这种化合物毒性顽固，进入人体两至三天以后，人就会出现全身无力、手脚疼痛、脱发等症状，继而非死即残。赵庆之认为利用重金属来杀人很难被发现，警方也不可能破案，才一而再、再而三的投毒杀人。2000年4月，他到重庆购买了100余克该元素化合物，回到中营镇以后开始实施犯罪，趁仇家不备的时候，将一小瓶化合物放入受害者水杯或者是快餐面等食物中。赵庆之与同乡老鲁合伙做生意，亏了数万元，耿耿于怀。2000年的一天，他到老鲁的家中暗中投毒，鲁经过了医院的抢救尚无大碍。后来赵庆之再次投毒，鲁终告不治身亡。其他几名被害者同样因为与赵庆之有过小小的过节而惨遭厄运。此案告破，赵庆之因为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死刑，于2006年8月24日执行枪决，四名幸存者艰难地活了下来，从同济医院回到小镇上，但是都已经致残。